你好，依家就系4月24号星期一晏昼4点到咧，就望住后面呢个位，咁啊一个月前咧就应该系3月15号嗰阵时就成交咗卖咗，咁啊喺呢个嘅我企咗喺呢个红磡差管理呢条巷仔村嗰边就系芜湖街啦，咁呢一个 corner 位嘅时候，细细个铺头仔加埋后面嘅天井位置就卖咗，应该系507万 ，to be more exact 应该系508,000蚊到啦。咁啊呢一粒铺全部都卖晒噶啦，咁啊嗰边嘅时候都500,000-600,000 corner 位嗰度嘅时候有个蛇王底800,000，咁我自己买入咗入嚟，我有啲利益冲突啦。咁当然就对住街我会买咯，缩咗入嚟我就唔会考虑，不过就几百万货仔，你想喺红磡买啲咩嘢？咁啊转过你望下嘅时候啦，咁啊嗰边出到去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芜湖街，咁啊巴士站啊好多人都系呢条村穿过去嘅时候咧，咁行过呢条巷仔噶啦，咁望到呢一度，所以你我俾一个分数嘅时候，即系始终缩咗入嚟啊，缩咗入嚟嘅铺就麻麻地，不过就即系500,000货仔想点啊？要我俾个分数，我俾5分啦，咁啊同你解释点解？好，问问呢个位置，咁啊而家企咗喺啊红磡嘅差馆第15B5号铺呢度啊。今日呢间铺前排就卖咗507万嘅，咁就啊面积就地铺176啊，天井就大概77连埋天井位嘅，咁就话叫价540万，成交咗507万，咁啊回报3.2厘，系一个串烧店，但系我又唔系好肯定佢系咪真系做紧生意，因为 actually 呢个招牌好似应该未做生意，一路都系咁一段时间，我唔系好肯定。咁啊 ，but anyway 个租金就13,000。好，望望个图迹先，咁个图迹就喺呢一度，指住个位 shop 五后面有个 open 一位嘅，咁啊呢个就系栋大厦啦。再睇一睇咧，就系个位置图，咁啊落紧嚟睇个铺嘅时候，你望下个位置图啦，个圈住呢个位置，咁啊向嗰边嘅时候咧就系差管理啦。好，所以咧一眼望过嚟嘅时候，数一数下啦，呢一间咧就最新成交咗 corner 位呢一个，咁啊。呢度就啱啱讲咗咧，就507万啦，呢一粒都全部卖咗噶啦。咁呢一间嘅时候串当当啦，就前排就卖咗548万，548万串当当。咁之后再过嚟呢个水漾医方呢个位嘅时候咧，就成交咗系608万。咁啊，呢个蛇王帝就我自己攞咗嘅，我自己攞咗就630万。老实说就个即系另外入边嗰几间，你问到贵唔贵，我话唔贵。不过问题你我会唔会买，我唔会买。依家缩咗入去嘅嘢嘅铺就系我唔会买咯。不过就算我自己点解会买咗个 corner 位呢个，如果唔系呢个 corner 位我都唔会买。咁啊侧边呢一个嘅时候咧，呢个杨啤啤就1008万。咁啊1008万就杨啤啤个位。咁如果要问我1008万杨啤啤个位，我又会考虑。咁啊石王帝个位，咁当然啦，我利益冲突啦，我觉得 corner 位嘅特别靓啲啦。咁 corner 位呢度嘅时候就买咗835万，咁再缩入去嗰度嗰一粒啦。好，再从呢个角度咧望下栋大厦啦。咁啊，栋大厦讲真就冇咩重建价值噶啦，个地盘好细嘅啫。咁啊，不过就系都有支持啦。咁我就自己蛇王帝个位，但系缩出去嗰几间都全部卖晒噶啦。咁啊，呢个就系差管理。不过讲真，你几百万货仔，你想买间街铺，你想边度啊？尤其是红磡呢啲位置都比较贵啲啦。咁啊，所以都即系系咁嘅货色啦。说老实说，如果俾我重新揀过蛇王帝，我会买杨咩啤嗰个嘅洗衣店，如果1008万啦，咁啊1000头万咁我会买，咁啊但系其他水漾医方其他啲缩咗入去咩串当当同埋入边个位我都唔会啦。出就系芜湖街啦，望住方向咁串翻入嚟嘅时候，通过呢条巷仔入到嚟就系呢个嘅差管理。咁啊向住呢个位嘅时候咧，即系500,000有一分钱一分货啦，连埋个天井位置，要我俾个分数，俾5分啦，因为始终就缩咗入嚟，不过百货百客啦，咁啊500,000货仔你想点啊？